林永玉先生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出三次。感谢咱的林先生，再一次十二分的感谢，有你赞助这届棉花糖工艺团，在咱保安局的演出，多谢感恩。也要感谢咱今仔日的灯控音响技术组的老师的协助，不过感谢咱的卢达老师。精彩的好戏，在咱国历的6月23、24、由着咱明华园黄志环，在咱士林戏曲中心，要推出咱的看家戏。看家戏呢，由咱明华园首席编导，咱的陈胜国导演，编剧指导2018最新的好戏，就是咱的《酒醉白江山》。给咱台湾的第一丑角是咱的陈胜在老师，要带领阮所有第三代请演来演出，有阮的吴林，也搁有周威，也搁有阮的静伟，也搁有子权，也搁有一挂真优秀的青年，真优秀的演员，够长进的吼。当然也搁有我嘛，参与这届演出，另外阮明华园戏剧家族是咱台北的地区。有一连串的节目甲活动，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会当到咱各团的网上查询吼。啊，即个咱大龙洞保安宫2018这文化季有一连串的活动，明仔载是由着咱台北咱在地团队，是咱的凤声歌剧团，要为咱带来一出精彩的歌戏，这讲以小量力。来这个庙埕，甲阮在地团队风声歌剧团来支持甲鼓励，也搁有我今嘛要隆重介绍2018文艺奖得主，明华园首席编导陈胜国先生。感谢各位人民，欢笑留言再相见。